要当政治人物啊，或是你要去讲别人的政治人物啊，讲别人政，我跟你讲，当你讲别的政治人物的时候啊，你自己就是个政治人物了，因为你讲他的时候，人家箭头就对你了嘛，你讲他，那你自己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讲别人政治人物不好的时候，你自己就是政治人物了。当你要做政治的东西的时候啊，我们自己的要求要很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一定要达到这个。尽量接近，让人家尽量找不太到缺点嘛，对不对？可能有时候有选我胡子有点什么没刮，那没关系嘛。不然呢、啊，你就怎么讲，不太适任，你可以做做别的啊，对不对？卖卖东西啊，开开餐厅啊，做做旅行社啊，你不要再讲这些了，你不要这胡诌了，不要信口胡诌了。你跟人家讲什么国家大事、政治局势、什么战争布局嘛？你不要讲这些了。